虽然呢项赛事踢咗一个礼拜都未够，但系咁短时间啫，我哋都可以见到世界各国嘅足球文化咧汇聚埋一齐，真系好开心啊！除咗足球以外啊，球员们仲展示咗好出色嘅体育同埋友谊精神。最后我哋会喺决赛之后见证冠军诞生，喺咁样嘅球场比赛气氛啊唔同晒噶。开波，拜仁慕尼黑对小保加。嗱，两队决赛开波咧都睇得好谨慎嘅，不过一个入球咧就好易改变形势噶啦。指观众最想睇嘅就梗系进攻足球啦。哈利简尼射门，白边图呢一球啊判越位啦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试下扼埋去啦，可以解围啊！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同龙门单对单。白边头整咗一个唔错嘅传送，分去右翼度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反击啦！呢、這个直线靓啊！白必图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白必图传中，有机会突破，个波而家喺哈利简尼度，好机会啊，入波啦，入波，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呢？对手都叫你射咯，咁梗系恭敬不如从命啦。哇！佢喺禁區裏面咧，難得有咁多時間喎嚇，對手好似當佢冇到咁，搞到佢呢個入波啦，真係好容易。拜仁慕尼黑入波先，打開紀錄啦！嗱，能夠喺啲咁重要嘅賽事入啲咁重要嘅入波，呢啲球員咧一定係大心臟嘅。白必圖、羅倫素、帕力堅尼傳個高波。系咪有机会射啊？上半场就系以呢一个进攻结束，拜仁慕尼黑仲领先紧一粒，本来应该领先多啲嘅。喂，决赛啊，踢咗45分钟啦，有咩睇法先？拜仁慕尼黑而家领先紧啦，我谂佢哋会轻松啲嘅。下半场佢哋唔知会点踢啦，我就觉得佢哋应该尝试争取入多个波，好似上半场咁啊啱。拜仁慕尼黑攞到今场暂时唯一一个入波，场波依然系好紧张噶。下半场开波啦，领先一球好大意义噶。简迪一脚将波清走，简尼喂脚直线，呢脚直线一睇你呢下啦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列高巴射门啊！入咗啦，入咗啦！比数啊，进一步拉开啦。呢球波你觉得点啊？嗱，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个个都有功劳嘅，即系唔系个个射门咧都要好大力噶，或者单刀过晒个防线先至得噶。好似呢啲传波传得靓，咪一样可以入到波。我哋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，而家嘅情况唔同晒啦。其中一队好明显系控制住场波啊！传翻俾龙门先，由头组织过。列高巴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。简迪整脚直线，跳到尽顶嘅一个波。搏晒命啊，顶埋去，不过都系唔入。拜仁慕尼黑喺禁区入边，大把球员冇用啊，人多手脚乱，嘥晒机会。拜仁慕尼黑终于等到换人啦，而家场波就暂停咗。佢哋换咗个飞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贡献。
直接长传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罗伦素拍力坚尼，试下握埋去啦，白必图大外球啦。咦，两边咧都利用呢一个机会去换一换人喎，执执个阵先啊！我呢度换人好啱喎，因为我睇佢咧都冇咩体力噶啦。呢、這个时候如果继续踢咧，渣搞嘅啫。呢、這个直线靓啊！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呢、這个波比好些少嘅话咧，会系个好机会嚟噶。对手后防啊，睇得好清楚啦。看嚟比波要比得准啲先得。沙沙试下接应啦，哈利简尼射门，哎，差咗些少。呢球波我谂佢平时练习入咗好耐噶啦，不过练习同真正比赛争好远。列高巴个波传向左翼，吊高个波。斯蒙尼沙沙，佢会传俾边个呢？起到脚啦！今场波嘅最后一球，呢一晚系属于球员嘅，应该属于球员嘅。佢哋写下咗球会史上嘅重要一页。球员啊，行上颁奖台，哇，做得球员都系好想感受呢一啲时刻啊，非常之光荣啊！